跟住落嚟介紹下一首歌，大家可能相對會陌生少少，《鐵掌佢柔情》。今期當紅嘅除咗周瑜之外，原來仲有武媚娘喎。跟住落嚟呢個故事都係講武媚娘嘅。話說武媚娘咧做咗皇后之後，就開始一步一步咁實施佢嘅稱王計劃啦。呢一日，佢假傳聖旨，將狄仁傑就引入去深宮進行威逼色誘喎。但係狄仁傑正氣凛然，唔肯就範啦。咁最終咧就成為咗武后獨霸青春嘅得力眾神。咁幫我哋演繹呢個風情萬種嘅武媚娘咧，就係再度出場嘅鄭伊琪小姐，同我哋演繹狄仁傑嘅正氣凛然啊，梗係要揾翻個靚仔咧，歐志權先生，大家掌聲有請兩位鐵掌佢柔情。挂撩袍端大求尊严，哎耶！
成字什么笑渐人夜尽那边公见几风照快行前无风而泪怕生变一心为国将身娘娘啊，平身谢狄卿家，生昔日天赐良机，此日有缘会面啊！娘娘啊，微臣奉皇圣谕，到此参见圣驾尊前啊！可笑你自命聪明，今日都会受人欺骗吓，为个假传声誉、哦，都无非系想亲近姻缘啊！哎呀，娘娘啊！有无事陈阿燕夜星阿心人静静啊你下花天是否回家我啊
似花一般俏，竟难相恋啊，梦已转。我本是归家去，归心若箭。你真系唔识吹啊你！我要你包受我。Bye.
便收落下无情，好似蜜意糖，我心似剑，我会哭于皱，明君翠珠天，听佢语点算？的人啊，转啊转。令我心麻颤，忧啊颤，最怕晚成阿君，佢唔听谗言，徒话令我把马。望面大呀丈夫，问那佢笑啊贱，唯有忍啊容，吐我就把摇琴，请让我离开阿妈院。咁就当然啦。卢亦清。坐正襟，直言消除杂念。会慢腰轻摆，唱一个凤爱连连。为君一恋，热心待牵。
送前边，明月有关，娘娘胭脂啊剑，纵使倾城啊倾江，等让孤雁啊云啊烟，可是死与归，不愿性命啊祸占，只要得成人取义，与之粉墨原野与满人。成面殿花殿里下有意艳，望娘娘从间那玉楼啊，说我良缘相啊牵。好一个顶天立地的大英雄！好一个磊落光明的唐俊彦，不若暂放佢回家，将我的恩威来示显，我叫佢狄卿家。在，你莫动哀家人气焰，我素养卿家你品格高。也都无非将你来考验，我然是个大忠臣，不枉君王多宠眷，现在流尽庚残天欲处，你多留不便，快快返家园啊。爷爷娘娘，母娘娘心怀大志，盼只怕是个和光善墨娟啊！我都要步步为应，百家茂堂帮多卖烟，娘娘啊！离山欲胜谁捐，真系不问啊都难算啊！就此拜辞啊，回家莫转，拜别了。是不是很精彩呢？給多次更加熱烈的掌聲咧！